我的频道，今天呢，打算来跟你们迅速的聊一聊，我从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中这个时间里面买到的一些好东西，也可以算是我今年这个节日季、折扣季的战利品分享。有很多单品是我之前就跟你们聊到说很种草的，然后这一次呢，以非常划算的价格到手的，迫不及待想要来跟你们分享。然后我感觉真的是进入十二月之后，整个 圣诞啊，节日的氛围已经越来越浓了。我自己呢，也有慢慢的在给大家准备着年末的这种年度大礼。然后今天的视频呢，也有准备好两份我觉得很不错的礼物要送出。我相信你们都会喜欢，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看下去，然后多多的来参与。至于具体送什么的话呢，我还是会。 放在视频比较中间的部分。OK，那其他不多说了，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先从 Essence 上面我趁打折入手的几个单品呢开始聊。首先呢，第一套它是一个这种拼色的长袖 T 恤，然后下半身是一条。 很特别的这种西装半裙的设计，这个的话呢，是我近期新挖到的一个韩国独立设计师品牌，风格前卫，甚至带有一点点未来感，特别崇尚解构主义剪裁的一个品牌，能看到很多不对称的 d r p i n g 啊，然后一些 cut out 的元素等等，会让我觉得说稍带叛逆有性格，但这种叛逆呢又特别的精致且有城市感。首先这件 T 恤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 你看，它是一个拼接袖的设计，整个袖管是可以完全拆下来的。比如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简单时髦的这种白 T 来搭配。打褶的细节我觉得非常的浪漫，而且很有秋冬那种堆叠的暖烘烘的感觉。穿在身上呢，它这个袖子真的会显得你的手臂。 非常的细长，而且呢，这件 T 恤它用的这个绿色我也很喜欢，这个色调跟秋冬天我们经常穿的一些，比如说黑色、棕色、燕麦色、灰色、驼色等等这些呢，搭配在一起都特别的漂亮。下边搭配的西装半裙的设计就更加有风格了，它有一点像是一条规整的西装半裙的外边，再去给你包裹了一件特别 oversize、特别不合身的那种半裙的设计，所以呢，你穿在身上，它在你左侧前方就会。 形成一个特别自然又漂亮的不规则的 draping，尤其是走动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动感有层次。半裙的长度会稍微的偏长一些，但是呢，你看它在背后呢有做一个开叉的细节，所以走起来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束缚感。而且他家的用料我觉得很走心，这一条的话是百分之九十的羊毛混纺了百分之十的尼龙，在半裙的两侧依然是有给你做非常实用的大口袋的设计，跟前面那个 T 恤穿。 在一起啊，就是真的，我觉得又有那种混搭街头的时髦感，但是呢，整体又是很精致、很都市的。秋冬天你在外面再去加一些帅气的那种皮夹克，或者是一些长的大衣啊、外套这些，都会让人觉得说很别致、很有品味。 另外，我又新入手了一件非常好穿、特别基础的这种黑色 T 恤，是 s k e e s 他们家的。s k e e s 其实在黑五的时候，他们官网也有打折嘛，但是呢，官网打折基本上都是一些季节款。然而 Essence 上面呢，参加打折的真的就非常多，热卖的经典的那种系列，我会觉得说更加好买一些。而且呢，他们时不时就会加入一些新的款式进去。然后这次我买的黑色短 T 呢，它是 Soft l o u n c h 那个系列的，这个系列我。 我觉得主打就是。 上身的那种裸感，穿在身上真的就是觉得说跟我整个上半身融为一体，舒适度高到一个你都感觉不出来说自己外面穿了一件衣服。它的面料呢是百分之九十一的莫代尔棉，然后加入了百分之九的弹性面料，弹性跟回弹力呢都特别的高。面料摸上去的手感你会觉得说很轻薄嘛，但是呢你无论怎么去扯它都不会觉得说有那种很廉价的透肤感。他家的衣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了，修饰身材。 的效果呢真的很绝，会让不同身形，无论胖瘦，穿上呢都有一种特别自信的那种曲线美的感觉。 另外，趁折扣力度特别大的时候呢，我又先入手了一条 A 购他们家的牛仔裤。这条的话，它是系列叫做 Dara，是一个那种比较 baggy 一点，但是是中腰的一个设计。因为我感觉我的衣橱里面好像绝大部分都是高腰或者就是很低腰的那种设计，中腰实穿的款式呢其实并不多。然后这条它的裤型真的很绝，穿在身上呢也是。 会把你的身材勾勒的比较欧美感，比较有曲线，但同时又能显得腿很长很直的一个类型。裤腿是整个很有宽松度的，然后从背后看呢，真的会衬托的你的腰身无比的纤细。 其实穿着舒适度啊，包括它面料的这种质感跟手感呢，我都很满意。而且你看水洗颜色是那种很均匀的一个黑灰色。但这条裤子现在我还没有把吊牌拆掉，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稍微有一点点买大了，它好像稍微版型呢做的会比较的偏 baggy 一点。所以这一条之后我应该会再去换一条二十三号的吧。我刚看了一下，它还是在打折，并且呢二十三号还是有货的。 接下来是几件非常好看的毛衣。首先第一件呢，就是这个灰色的，它真的让我觉得说今年的绞花毛衣又时髦出新高度了。超大的一个斜侧拉链翻领的设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节整个翻领的大小嘛。翻下来的时候呢，真的会衬托的你的脸小，头也小。 而且呢，它的面料呢也非常的柔软，是百分百的一个绵羊毛的面料，摸在手上你是会觉得说有那种蓬松感，但它穿在身上呢又是一个特别利落的那种版型，长度也会稍微偏短一些的，就更加方便我们去打造一个上短下长的这种身材的比例。Moco 的衣服真的都很有细节感，你近看呢会发现这件毛衣它在领口的边缘、袖口以及说衣摆的边缘都做了好像特意没有缝边的边缘设计。 加上一个很清冷高级的灰色调，这件毛衣呢，我觉得穿在身上是个人风格非常强的。下边我搭配了一个同色系的这种半裙，然后它的灰色调呢会比毛衣稍微再深一个色度。这类风格比较俏皮、比较减龄一些的百褶半裙，我相信你们今年其实已经见过很多了。但这条蛮不一样的。首先呢，它其实是一个裙裤的设计，里边呢是有做裤管的，所以呢穿起来你完全不用担心说走光啊。 或者说行动起来有什么不便利之处？而且它外侧的面料做的非常的扎实有厚度，特别适合秋冬的这个时候来穿。无论你是想要光腿啊，还是说搭配一些裤袜啊、legging 都没有问题。另外我很喜欢的应该就是它外侧做的这个压褶是非常的宽边，而且特别的整齐，穿在身上呢会给人比较硬朗的那种感觉，很有甜酷的那种气质。然后呢，裙子右侧这边也是有给你做隐藏拉链设计的，穿脱起来呢也特别的方便。再加上本身。 真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 A 字型裙摆的轮廓嘛，也能够在视觉上面去加强你大腿的那种纤细感。 另外还有一个斜肩大翻领的毛衣要跟你们分享，虽然说它们设计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一件的话，我觉得穿在身上的气质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 Moco 那件呢，它穿在身上是更加有都市的时髦感；然后 Goelia 这件的话，穿在身上就更加的慵懒，更加的 lay back，更加的法式一点点。它整个版型呢设计的非常的宽松 o v e r s i z e 很直筒的一个版型设计，无论是衣摆还是说你看它袖子这个部分呢，都是非常。 非常有余量的。另外，我很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一件呢，它是有加入百分之三十的恒温羊毛这种面料。这种羊毛纤维呢，它通常是通过了一些特殊的处理，除了说提供保暖之外呢，它有一个调温的功能，会让你在不同气温跟环境下面都会觉得说特别的舒适。冷的时候呢，会觉得很暖和，然后没那么冷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太闷热。然后最关键的是这一件呢，它是可以机洗的，所以日常打理起来呢也会特别的方便。 OK，下一件的话呢，就是今天视频里面我目前穿的这一个大翻领毛衣。这种大翻领的设计，我不知道你们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啊？就是普遍看到的都会是黑色的设计，时髦的大翻领去加上黑色的话呢，一般来说穿在身上就是会给人特别飒，气场比较偏强一些的那种时髦感。但是这一件呢，它却是做了一个非常。 奶乎乎，然后淡淡的，有一点点那种香芋色色调的颜色，瞬间让它整体的气质真的就温柔柔和了很多，有一点点那种很复古宫廷袖的感觉，在袖口这边呢也有做一些收缩的设计，穿在身上它会在你腰部这边呢也有一个很漂亮的收缩感，也会显得你的身材比例很好，而且这个色调我觉得啊穿在黄皮身上还蛮显得肤白貌美的，会显得你的肤色特别的透，很健康很有。 营养的一个光泽感。这个牌子的话呢，它其实是洛杉矶本土的一个品牌，绝大部分的设计复古元素都还蛮强的，而且呢能看到很多很浪漫的那种细节跟元素在里边。然后除了我身上这件呢，另外这个月我还有买他们的这一件白色的毛衣。这件的话呢，气质就跟身上这个大翻领完全不一样了，它更多的是软萌可爱的一个气质。它的款式跟版型有一点像是比较偏 oversize，但是是短款的。 帽衫的一个感觉，并且你看这个帽子的容量做的非常的大，就我戴在头上感觉能够盖住我半张脸的类型，既可爱又时髦。而且近看你会发现它帽子上面做的是特别立体的，这种针织的样式就特别有冬季的那种温暖感，有点像是棉花糖一样的感觉，比较有分量感的一件毛衣。虽然是一个白色吧，但它的剪裁非常的直筒，所以呢穿在身上我觉得也是没有丝毫的那种。 视觉膨胀的感觉，而且这两件毛衣呢，都是属于那种直接贴身在皮肤上穿呢就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这两个毛衣其实穿在身上呢，整个都会比较的偏安静，然后偏减龄一些，偏乖巧一点的这种风格。所以呢，懂我的都知道，按我自己平时穿搭的一个思路跟风格的话呢，下半身我就肯定会给它搭配一个风格更加强烈、更加强眼的这种单品。然后这个皮质半裙，我觉得应该是今年我到手的所有皮质半裙里面。 最最显贵，同样也是质感摸上去最好的一条。无论是拎在镜头前面，还是我手这样子摸上去的一个触感，都会以为它是一个真皮的材质，但其实它并不是，它是一个蛋白皮的面料。蛋白皮的话呢，相比于 PU 皮来说呢，因为它里面含有了一个蛋白树脂，再通过一个仿真技术，它的纹路呢非常的细腻清晰，而且呢会有真皮的那种。 柔皱感穿在身上你会觉得说是很轻柔，而且呢完全不闷的。另外我特别喜欢它整体的一个棋盘暗格的图案，搭配上腰部两侧的这种复古的金属搭扣，整体的气质就是很 Gucci 很精致。裙摆也是有一定宽松度的，走起来呢也丝毫不会觉得有任何的束缚感，穿着舒适度呢同样非常的高。 接下来是一套气质非常复古别致的套装，上半身呢它是有一点像是一个套头针织毛衣的感觉，然后下半身呢是一个高腰的羊毛半裙。这个套装我觉得穿在身上真的非常的有赫本风，特别优雅的那种感觉，是我为节日季准备的一个套装吧。因为节日季的话，真的不是说非得穿大红大绿，穿一个优雅的套装走亲访友，整体看上去会更加的精致，更加的提气质一些。虽然。 虽然说它比较短款，但是你看还是有给你加入一点点落肩的那种细节感，所以上身整体的版型呢是很时髦、很有现代感的。而且我尤其喜欢它领口做了一个黑色的撞色拼接，并且呢这一个小高领并不是非常的高，又特别的适合去搭配一些那种特别精致的项链。用的是天丝羊毛的一个面料，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中等的厚度吧，穿在身上呢也是特别柔软舒适的。下边的羊毛半裙呢，它虽然说。 会比较的修身一些，但是呢，也不是那种特别紧绷的包裹式的半裙设计。 而且呢，在背后同样是有给你加入一些开叉的设计细节的，走起来就是能隐约露出来一点点小腿的线条，视觉上也会感觉说你整个人呢看上去更加的纤细了。套装外面呢，我给它搭配了一个气质同样非常优雅的小香风外套。这件小香风外套的话，我觉得就很适合冬天这个时候了，因为它呢会更加的扎实保暖，用的是百分百的羊毛颗粒绒，也能稍微的中和一点点优雅套装的那一个偏。 轻熟感的气质是比较偏宽松一点点的方形剪裁。另外，我很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个衣服上面的扣子了，上面做了一个非常立体别致的压花，也能在细节上去增强这一身整体的一个质感。如果你想要在精致度方面再提升一个 level 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再去叠戴这种很长串的珍珠项链。然后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月我买到的，真的超强，神。榴他们家长珍珠项链的一个平替。 因为讲真的，神料他们家的定价，我觉得已经越来越虚高了。而这种长珍珠项链，在他家基本都要上两千以上。然后趁黑五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 Max Mara 他们家的这一款，做的非常的精致漂亮，而且你看它上面的这个珍珠啊，也都是非常的有分量感的，大大小小的珍珠 size 非常的错落，包括中间串联的这种他们家的金属 logo 也都是。 有大有小，尤其是搭配在前面那个小香风的外套里边，隐约露出来一些项链的部分，既有节日季的那种隆重跟仪式感，但又不会显得过于的浮夸。我觉得你哪怕就是直接搭配在我今天的这一个大翻领毛衣上面。 是不是也还蛮好看的？然后上边就直接给它搭配一些更加细腻、更加精巧一些的首饰，跟它相互呼应跟迎合一下。那上面戴的这个珍珠项链跟下边的金链呢，虽然说看上去很细，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出来，它的质感是很绝的，因为它们并不是镀金的材质，而是真正的实打实的 K 金的材质，都是 18K 金，是 f i 曼他们家最近 K 金系列里面的一些新品。讲真的，之前跟你们分享他家 K 金系列。 的手链啊、项链什么的，绝大部分都是十四 K 金嘛。但是最近他们推出了蛮多十八 K 金的材质的，而且让我非常意外的就是，每一次他们在做这种全场最高六折折扣的时候。 K 金系列的单品居然都是参加的耶！讲真的，十八 K 金都已经是在 Fine Jewelry 这个级别了，能够直接打六五折的话，真的很夸张，也很超值。简单的跟大家科普一下 K 金首饰跟镀金的一个区别吧。无论是十四 K 金还是十八 K 金，相比于镀金首饰来说呢，它最大的优势肯定就是持久耐用。日常像是洗手、洗澡这些呢，完全都可以带着，不需要摘掉，也不用去担心它会不会氧化的这种问题。 而且 K 金首饰对敏感皮来说呢，也是可以放心佩戴的。那他们这波新品里面，我个人最爱的应该就是这一条叫做 m a r i n o 的金链，它跟普通的素金链太不一样了。近看你会发现，很细腻的一个 18K 金链之间呢，它串联着很多黄金跟白金材质的多面切割的球体，很像是那种 disco ball。所以反光面呢特别多。它应该是我今年拥有的最闪的一根项链了。 然后你还可以在这个链子上面去加上他们新出的一个小小的那种钻石字母吊坠，把它变成一个吊坠项链来搭配呢，也是很精致好看的。背后的话，它有一个可以滑动的延长链，调节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 这个链子，你比如说拿它跟之前我就跟你们分享过的那个 mochi 来叠戴的话呢，因为 mochi 那跟它上面有很多黑宝啊、白宝比较不灵不灵嘛，所以呢，整个就非常的适合年尾的各种 party。这个很迷你的钻石吊坠你是可以随意拆卸的，把它搭配在这个 18K 金的珍珠项链上面呢，也是很好看的一个类型。大家就是可以选择对你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个字母，然后想把它挂在项链什么位置呢，都可以。 十八 K 金相比较其他的材质来说的话呢，黄金的那个含量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五，自然而然它就会更加的贵重，也会显得更加的贵气，跟淡水珍珠搭配在一起呢是非常经典的。 同样的这根项链背后呢，也是做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可滑动的延长链。它跟 Marino 这根项链叠戴在一起，就单独叠戴的时候，真的就非常适合去搭配我身上这种类型的毛衣。无论是稍微领口低一点，还是高一点，你都可以把它调在最适合的一个位置。 可豆们他们家各种淡水珍珠的饰品，我真的都蛮喜欢的。而且呢，无论是出自哪一个系列吧，你把它们全都搭配在一起，也不会有任何的违和。哪怕是把 18K 金的材质跟这种镀金的材质呢戴在一起，也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像我耳朵上面的这个蝴蝶结耳环，我也是已经跟你们分享过 N 遍了。它原价也就是小几十美金的这种价格，用的是淡水珍珠，然后 18K 的镀金，在叠加上折扣的话呢，真的是超级有性价比。 另外，K 金系列的新款里面呢，我就比较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爱心手链。 它这个手链的话呢，是有推出白金跟黄金的材质，有十四 K 金也有十八 K 金，但我个人反而会更加推荐十四 K 金的材质，因为十四 K 金相比于十八 K 金来说的话，它耐磨性能会更强，也会更加的坚硬一些，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它更不容易受损。毕竟因为是一个手链的设计嘛，我觉得手这个位置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受到一些刮擦呀或者磨损的，所以呢，在日常配。 在当中呢是四 K 金的手链，我就会觉得说更加的耐用且有性价比了。它的色调呢会比十八 K 金呢稍微的更浅一点点。手链爱心的部分其实是做的非常的立体且有厚度的，而且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它的那种反光感都特别的漂亮。十四 K 金的材质同样也是可以带着洗手啊、洗澡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以前跟你们分享过 N 次的。 那个红绳手链嘛，其实也是 14K 金的材质。小花花这条我都戴了一年多了，它金属的部分呢，光感丝毫都没有褪去，真的特别的耐用。那今天视频准备好的礼物呢，就是要给大家送出两条同款的红绳手链，中间坠子的底座它是 14K 金的材质，然后中间镶嵌了红宝石以及钻石。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点赞今天的视频，视频下方呢任意留言就可以参加了。我。 我会在一个星期之后开出两名小伙伴送出，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参与。那既然说到了首饰这个部分，这个月我还有到手的是西太后他们家的一个小饰品。 我买了他家的这一个土星的胸针，这个胸针的大小真的是我就特别想要的，属于那种单独佩戴的时候就非常 statement piece 的类型。就比如说前面的那个套装，如果说你不想要戴那种长款的项链，但是要有足够的这种精致度的话呢，其实把这种胸针别在黑色衣领的那个部分呢，也是特别漂亮。 而且很别致的一个感觉。同样尺寸的，我记得他们应该有推出项链的那种感觉，但项链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用的珍珠嘛，我就觉得说再加上一个这么大尺寸的 logo 之后呢，会显得略带浮夸。 然后一个小胸针的话呢，单独来用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小巧，这个我真的好喜欢。然后当时我应该是在 b r o n z e Fashion 上面入手的，相比于其他地方呢来说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定价优势，会比很多地方打折还要更加的便宜。反正我会把我入手的这个渠道呢都总结好，放到视频的下方，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查看一下。OK，接下来的话是几件外套，首先要跟你们分享的是这一个很浓郁的深棕色短款外套。 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个人感觉有点像是短款的一零一八零一的一个轮廓，很经典的一个双排扣的设计。然后呢，它穿在身上是宽松直筒的一个剪裁，肩线这边呢也是略微做了一个下垂的细节。相比于长款设计来说呢，短款我觉得它就是会更加的轻松休闲，而且呢干净利落，日常就是直接拿来搭配牛仔裤什么的，其实就很时髦了。前侧翻领的大小做的也很适中，而且这件它。 很妙的一个设计细节就在它两侧的口袋，你看它口袋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弧度，就有一个角度的，会有很好的一个视觉收腰的感觉。而且口袋的这个位置呢，也很好的去定义了你视觉上的一个高的腰线。至于面料上的话，不用我多说了，光是在视频前面，你们应该也能感受出来它的质感。它用的是百分之九十的羊毛，然后混纺了百分之十的 cashmere。 下一件呢是一个黑白撞色的羊毛外套，它的薄厚程度我觉得跟前面那件呢差不太多。然后它这件的面料跟轮廓版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轻盈柔软但不失筋骨感。乍一看你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小香风的那种外套嘛，但它绝对是更加有性格的一个设计。它通过在肩膀、口袋、衣服收边等等这些位置的一个撞色的细节，打造出来了比较偏英伦学院风的气质。 但它撞色包边本身呢就很有亮感，且是很立体的，所以呢就会显得层次更加的鲜明。又通过把肩线下移这个细节呢，让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显得没有那么的正式，而是更加轻松时髦的一个感觉。面料用的是澳洲的一个美丽诺羊毛，纤维非常的细腻，而且呢有一个很漂亮的垂感。穿在身上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有一种特别。 贵族私校的那种时髦大小姐的气质。另外还有一件黑白撞色设计呢，就是这一个西装领长款大衣的设计。这一件整个 Colorblocking 加 Power Suit 真的完完全全写了我的名字。你把它穿在身上，就是会不自觉的。 整个人自信起来，经典的西装平驳领加上撞色，就很好的吸引了视线上移嘛。整体是比较偏 H 型的一个轮廓，很硬朗，而且气场强大。我觉得气质比较酷感的女生应该都会很喜欢这一件。 整体的剪裁包括做工的这种细节呢，也都非常的到位。你看它撞色这边呢，其实是直接延伸到内里的，然后整个内里的缝制也特别的平整。扣子同样也用了白色的这种撞色的细节，真的很时髦，很时髦。而且呢，他们最近也在做一些那种节日季的活动嘛，折扣力度也都很好，非常值得去逛一逛。 尺码方面的话，我会把自己的一个维度跟穿的尺码呢都总结好，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然后呢，他们家每一个单品我都挺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具体详细的一个尺码表的。可能每一个单品呢，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呢，看尺码表来参考呢会更加的准确。 外套类的最后一个单品呢，是一件中长款的黑色羽绒服。一句话总结就是，我穿过的所有的羽绒服里面，我觉得最显瘦的一个设计了。首先是填充物方面，它用的是百分之九十的白鹅绒。白鹅绒这种材质的话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保暖。 但轻盈，既能起到抵御严寒的这种作用吧，它又不会让衣服显得过于的臃肿，或者说过于的膨胀。系在系上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凸显你的腰身，拉高你的腰线。外侧的这个面料呢，用的是一个防水、防油、防污的材质，所以呢，日常打理跟保养呢都特别的方便。然后我前面说的这一大堆，都还不是这件衣服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最特别的一个点呢，就在于它的扣子设计上。 这样子拎在前面，你是看不到它任何扣子细节的。然后实际上呢，它也确实没有任何过多的细节，因为它是一个内嵌吸铁石的这种设计。大家听一下声音啊、哦。 吸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紧密跟牢实的。这件衣服当你敞开来穿的时候呢，它也有那种气场很强、很帅的那种气质。然后比如说你觉得特别冷，你想要把它合上的时候，真的就是只要一秒的时间，衣服一拉，它就自动整个完美的全都扣在了一起，超级无敌的方便。然后这件它虽然说是一个高领的设计吧，但是呢，你看它领口这边是做了很漂亮的这种波浪形的弧度，包括衣服侧面的这些收边呢，也都是波浪。 型的线条，把领口整个合上呢，它也不会有勒脖子的那种感觉，也不会直接戳到你的脸颊。再然后的话呢，就是趁黑五打折的时候我买的优衣库他们家的发热衣系列，当时在视频里面我应该有给大家晒过单的，然后最近终于收到了。首先上衣的部分呢，我是买了这一款，领口很大。 大圆领设计的这一个比较薄的款式，这款的话它内里是没有做任何加绒设计的，虽然很轻薄，但是讲真的，我觉得就是会比其他的一些秋衣啊更加的保暖。然后今天我身上就穿了我买的另外一件，这个颜色真的好漂亮，超级推荐你们去买。它这个色调怎么说呢？就是又有一点灰，然后还有一点点。 藕色，然后又有一点紫色，反正整体就是很温柔而且呢很卡戴珊的一个颜色，你们觉得吗？像我穿今天这种毛衣，我哪怕把内搭就是打底呢，稍微的扯出来一截，你也不会觉得说好像秋衣露在了外面的那种尴尬。而且呢，讲真的，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我甚至觉得说也是有一定的那种。 视觉修饰身材的作用，虽然不会说像 Skims 那种塑身感那么强，它穿在身上呢还是稍微有一定余量的，但也会让你整个上半身的线条呢显得特别的柔和，有女人味。 如果你在的地方已经特别冷了，那么就更加建议你去买那个 extra warm 的版本。extra warm 版本的话，它里面呢就是有加绒设计的，但我觉得也是属于同等加绒设计里面比较偏轻薄，既能够起到保暖作用，但是呢又不至于会过于的厚实，穿在身上会显臃肿的那个类型。然后 extra warm 版本呢，我是有买。 两条这种加绒的 legging 的，因为我觉得秋冬天还是想要穿很多裙装的搭配啊，或者说穿短裤的话呢，这类型的 legging 还是非常实用的。然后优衣库他们家 extra warm 的这个 legging 的版本，保暖度真的超高，而且我觉得它穿在身上的那种体感。 不是特别紧绷的那一个类型，很有弹性的一个面料，你把它扯到很大呢，也不会有那种透肤感，属于可以外穿的那种 legging。你就哪怕拿它搭配那种短款的上衣直接来穿，就是前后左右看也不会有任何的尴尬，或者说任何的不合时宜。除了万能百搭的黑色呢，另外我还有入一条。 比较偏深一点的灰色的颜色。OK，接下来呢就是鞋子的部分了。鞋子的话，前面各种穿搭片段里面，你们看到频频出镜的都是这个月到手的新鞋。首先第一双呢是要跟你们分享这双气质非常硬朗。 chunky 的厚底机车短靴，这类型的短靴，讲真的，在秋冬天搭配利用率肯定是非常高的嘛。但是普遍来说，这类型的短靴其实到了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穿了很久，出门走了很久了，脚里面还是冰冰凉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一双呢，它就完全不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保暖的设计。外侧的话呢，它是那种。 很柔软，但是呢很有型的一个牛皮的材质，是真皮的一个短靴。然后你们看它内里的话是做了加绒设计的，并且呢它用到的是真正的羊毛，在整个靴筒甚至是。 脚底板就你踩下去的这块地方，以及说鞋背它的背面呢，也都是做满了羊毛的材质，所以真的很保暖，绝对是可以陪你度过整个冬天的一双靴子。原本这种靴筒长度的马丁靴就是最不挑腿型，也最不挑小腿粗细程度的一个类型，而且因为它前侧做了这种可以调节松紧的系带嘛，你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吧，给它调到一个最合适的程度。 程度，哪怕对于新鞋来说呢，是不需要时间去 break in 的。然后在同等这种鞋底高度的情况下面吧，它的自重我觉得是属于偏轻的类型了。我这样子拎在手上会觉得说它可能是 BV 他们家短靴。 二分之一不到的一点的重量，而且呢，整个鞋子你看鞋底的齿轮是非常深的，抓地力很强。搭配上的话，前面也有很多的参考了。总的来说，就是属于秋冬天特别万能、百搭、实用的类型。关键是呢，性价比也很高。它原价好像也就是一百多美金，里外全真皮，再加上羊毛内里，真的很绝了。然后还可以去叠加我常年可用的那种呃独家的额外的折扣码。 第二双呢是一个雪地靴的设计，这个雪地靴我觉得应该是今年我买过的所有雪地靴里面，上脚给人最秀气、最时髦的那种感觉了。首先它黑白拼色呢就还蛮抓人眼球的，很像是今年很流行的那种堆堆袜再去搭配雪地靴的那种效果。这款鞋子我觉得对于小腿有一点点外翻的女生呢尤其友好。 因为像我的那个腿型，小腿连接脚踝那个位置呢，是不是那么直的嘛？但它靴筒的这个外侧翻边就很好的，像是在视觉上面给你掰正了。 会修饰你的腿型，很漂亮。然后它外侧的话呢，用的是一个牛皮麂皮，加上黑色的这种雾面的感觉，所以呢，穿在脚上完全没有任何那种大脚怪的即视感。然后内里的话呢，同样是非常非常保暖的。它外侧这个翻毛是一直延伸到整个内里，然后鞋垫的部分呢，用的是羊毛的一个材质，保暖度呢同样特别的高。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细节，就是它在靴筒内里给你加入了一个这样子的小挂钩，所以呢穿脱起来真的尤其的方便，而且呢价格真的也不贵，原价也就是一百多美金。第三双的话呢是一个运动鞋，然后我觉得它是很好的，M M Six 那一双我推荐了无数遍的厚底德训的一个平替，它是一个黑色拼奶白色的设计，然后鞋底这部分呢也是大概有五厘米左右的一个高度，对于小。 个子来说呢，非常的友好。那它相比于 M M Six 那双来说的话，首先就是真的非常的轻便，属于那种一个小母哥就可以给它拎起来的类型。然后买过另外那一双厚底德训的就知道，那个鞋子是非常非常重的。另外第二个它比较大的优点呢，就是因为你看它的拼色设计是把黑色做在中间的，所以呢也有视觉上的那种收缩感。 对于如果说本身鞋子的尺码比较偏大的女生来说呢，可能这双鞋子呢就会更加适合你，因为 M M Six 那双，讲真的，一个三十五码穿在我脚上就已经非常的长腿了。然后质感方面呢，这一双它也完全不输，它整个鞋面这边呢是一个小牛皮，很细腻的小牛皮的材质，鞋子内里包括鞋垫的部分呢用的是一个很柔软的羊皮，所以这双穿在脚上的那个舒适度呢是非常高的。帅气的运动鞋呢，其实秋冬天。 就真的很适合去做各种各样的袜子搭配，或者说你就直接穿 legging，然后去搭配一些有堆叠感的那种袜套，都特别的时髦好看。另外，趁黑五打折的时候买的就是这一双毛茸茸的勃肯拖鞋了。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双灰色的，应该已经穿了两年的时间了。现在相当于就是冷暖色调都已经拥有了。这类型的毛拖鞋，讲真的，真的就是我秋冬天日常生活穿到最多的。平时你想要迅速出门逛个超市或者吃个便饭，第一时间就会想要穿它。博肯拖鞋它本身鞋底的一个弧度的设计就是非常有人体工学那个方面考量的，里边再加了羊毛之后呢，保暖度又高。你随便穿上一个那种。 种休闲裤跟它配在一起就很好看，很随性，比较偏向于焦糖棕的一个色调。反正年底这种节日季的时候呢，这个鞋子打折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并且呢平台会非常的多，所以如果长草这个鞋款的话呢，可以趁这两个月呢好好的去看一看。接下来是一只我种草已久，也是今年黑五期间我唯一买的一款包包，它就是 s a l v a 的这一款 p o t i o e 这款包包在我黑五攻略那期视频里面，我已经跟你们聊过了，就是我特别种草嘛，然后后来真的就被我找到了很好的机会拿下了，百看不厌的一个类型。这个牌子的品牌创始人之前好像是在 The Row 以及 Kate 这些品牌呢都工作过，而这两个品牌也可以算是当下最。 火的这种极简美学的品牌，所以 s a v v t 他们家的设计，我觉得也是特别推崇那种极致简约、非常方正有序的一个设计理念。它最特别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在很规整的一个几何包型上面，加入了一个有弧度的圆弧形包扣的设计，会跟比较硬朗的包身呢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也能够突出这款包包它很柔美的一个内核。它有点像是深灰棕色的一个色调，属于那种你第一眼看上去很普。 同，但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耐人寻味的一个类型，而且你会发现它跟所有其他的颜色，无论是亮的、暗的，各种颜色搭配在一起，它都很合适，非常的奇妙。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今天视频里面我给它做了各种不同风格的搭配，它都显得很合适，丝毫的不违和，整体给我一种没有太多情绪的那种现代美。然后包包里侧的话呢，它的皮质颜色色调，我觉得就会更加接近大象灰的那种感觉了。然后皮面的质感呢，也是无比的细腻。这只包我在收到的时候，就是用手机随手一拍，都是一眼万年。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它跟 Kelly p o u l h e y 其实蛮。 类似的嘛，并且在入手之前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真正到手之后呢，其实我感觉他们俩的气质蛮不一样的。c a l i p o l u c h i 这款包型的话，它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会更加的奢侈，更加的贵气，更加的老钱。而 Savile 这一只的话，我觉得是更加的极简，更加的有现代美的。OK，视频最后呢，还有几个小配饰想要跟你们分享。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为冬天准备的一个毛茸茸的耳罩。 这个耳罩我超喜欢，它戴在头上就是那种能够反衬的你的头特别小的类型，因为它耳罩的面积做的很大，而且呢非常的 fluffy，保暖度真的超高，而且虽然说它整个是做了一个布面的包裹嘛，也是可以稍微去调节一下，你看上下的这种长度的，特别的毛茸茸、软烘烘，然后这个我还蛮喜欢的。再然后是我趁感恩节给自己买的一个感恩节礼物。 我是想说买一个新买一个 Chanel 他们家的平光镜嘛，因为之前那副也是戴了蛮长的时间的。看到这一款呢，主要是被它的镜架给吸引了。镜架这边呢有一些金属感，属于很有性格、很有细节，但是又不是特别浮夸的一个设计。然后当时在网站上看的时候呢，同样镜腿的话，它是有三个还是两种不同的镜框设计。那之前我也是买他们家方形的那种比较的多嘛。 这次呢就想说挑战一个稍微偏远一点的款式，但没想到这款我真的是觉得说有一点翻车了，很不适合我。我给大家戴上看一下啊，戴上你们觉得像谁？是不是特别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特劳尼教授？分分钟可以掏出一个水晶球给大家算命的那种类型。它的原型就是整个做的太圆了，所以呢。 复古感会过强，反而就少了一点现代的那种时髦吧。然后去年底还是今年初买的这一副，你们看，就明显的会更加的适合我。它就是稍微比较偏方一点，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方。这一副它修饰脸型的作用真的很好，我很喜欢。唉，我再在镜头里面看一下它的对比。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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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写的 no。 差不多，以上这些呢，就是今天所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了。那其实趁黑五这种打折力度最大的时候，我还买了囤了蛮多护肤品的，因为今年折扣力度真的很夸张。但是呢，正是因为买的比较多吧，如果全都放到今天视频的话呢，这一期又会变成一期爆长无比的视频。所以护肤类的东西，我还是等之后呢再找其他的机会来跟你们分享。然后今天视频里面，所有我聊到的这些东西呢，我的一个购入渠道以及最近有没有特别好的折扣这些。 我都会总结好，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或者说置顶评论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查看，然后记得一定要来参加今天视频的抽奖。视频的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